Hello， 各位的好朋友，大家午安。今天中华民国113年8月11日星期天。那今天我们要帮这十几棵的苗，小苗来换盆。好，那各位好朋友看出这是什么小苗了吗？哦，没错哦，这个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果树，叫做山竹，泰国山竹。好，那这是吴医师用种子哦种出来的小苗。那它在哦，大概在一两个月前哦交到我手上哦，大概有两个月咯。哦，那我一直把它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哦。那经过这次的台风，它没有受损，也没有受什么波折了哈，依然健在哦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哦要趁假日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们帮它做一个换盆。我去买了一些那个植栽土了哈，这是植栽土，那要加上一些山土。那等一下我们帮它做调和之后，帮它换到这个黑软盆里面。这黑软盆比它原先用的这个塑胶盆哦大了一些哦，大一些了哈，所以我们把它换上去。那有些盆子哦里面会有两三颗，我们到时候再看怎么来把它移植。那今天哦这些苗呢？说实在，我对山竹哦，实在是没有什么信心了哈。我们已经种死了很多山竹，包含之前吴医师，哦，苗栗吴医师也送我的一棵大苗，原本长得好好的哦，后来几次的寒流，哦，几年的几次寒流，还是没有把它照顾好，还是让它给死掉了。哦，那这次的这些小苗呢，吴医师还是将它交在我手上。哦，虽然我没有什么把握，不过吴医师有授权哦，授权给我哦，这些小苗是可以赠送给我们频道的好朋友的哈、哦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先帮他做换盆，那等待我们伊甸园的风言风语哦，我们养蜂的另外一个频道呢哦，订阅人数突破1000人之后，如果这些小苗还在没有被我养死的话，我们到时候呢再来办活动哦，把这些小苗。哦，送出去大概会有10位的幸运好朋友。如果对山竹有兴趣的哦，你是可以到时候可以参加活动的哦。我们到时候看用什么方式，我们到时候再想哦。我们今天就先把这些小苗给换盆哦。记得哦，大家帮帮忙哦，增加我们伊甸园风言风语的订阅人数，目前已经来到700多位了哦，在200多位就突破1000人哦，应该。如果大家肯帮忙的话，其实应该很快了啊、哦！订阅频道哈、哦，不用有任何花费了啊、哦。那偶尔就帮我们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就上去看一下影片哦。那如果没有兴趣的话，也帮我们订阅一下哈、哦，增加我们订阅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帮这些小苗换盆。那接下来的记录，我们就用快动作方式来呈现。好了，大致完成了哦。那我们将这个山竹呢，一一的帮它做一个换盆。那有些盆子里面比较多株的，我们就把它分株下来。那我发现哦，这个山竹的种子哦，有些啦哦，刚刚我发现到有一两颗哦，它的种子是有多胚性哦，像这一颗一样，那个就没办法拆，
这没有办法拆开，因为它是同一个种子的胚芽长出来的，所以三组的种子哦，有些也是有多胚性哈、哦，所以它长出来也是有很多颗，能拆的我们就拆，不能拆的我们就继续留着。那我们在换盆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有点慢了，所以有底下都已经盘根了，那盘根。问题哦蛮大的，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这样把这个盘根放进去的话，放在盆子里面的话，它之后继续盘根的话，对它未来的发展不好，而且以后如果移到园子里面去的话，很容易台风天来的话，很容易倒哦。那后来我们就把盘根给剪掉了，让它重新的再长，那底下还稍微留一点空间哦，它轴根还是会继续长出来哦。以后如果再大一点的时候哦，如果大家成为幸运的一个得主哦，订阅我们伊甸园的风言风语之后，如果取得到这个苗的话，再交给各位去做照顾。我还希望他能够度过接下来的每一天呢、啊、因为山竹还蛮怕冷的哦，希望他们能够安然度过。那当然换盆过程，因为土呢，搅拌的有点多哦，所以我们就顺道呢，把我们的庭院的这颗椰柿。我们顺便帮他换了，把它从那个黑软盆换到这个硬盆上面去，因为它黑软盆也有点小了，所以我们就换，然后顺便把这个山茶花也换了。这颗山茶花是何兄送的，他当初呢送了两颗，那其中这一颗呢叫做格马兰希尔，那这一颗呢因为一直在小盆子里面长得很慢，那另外一颗我们有帮他换稍微大盆子，放在我们顶楼的养蜂的一个阳台上面，哦，长得还不错，哦，已经长得蛮大的。好，那今天呢就换盆，哦，泰国山竹苗的换盆的一个记录就到这边，哦，那期盼各位对伊甸园的一个支持，哦，持续的关注我们，持续的订阅我们伊甸园风言风语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